相当不错的位置。高宇杰换一个位置，林家伟这一棒打到了左半边左外手，往后追，往后追，结果这个球欧巴落地形成了安打。林家伟以他的速度，要是二垒不成问题。我们刚才讲到哦，同一师队希望的长打出现了，一局上半出现了，对，成了越过左外手的飞球哦。对，没错，这个球其实后面有旋进到比较中间的位置，或林家伟也是掌握的非常好的一个击球点。绝对是统一英雄出少年的代表林家伟，加上这支安打，在台湾大赛五场比赛都有安打。有些赛下来，他的安打是还没有开张的。打在投手正面，都还没有拦到，传了出去，安打出现了，三垒上林家伟回来，一局下半，统一师队先持得点，一名领先，机会是蛮大的。这个弹跳，德保拉手套去碰了一下，但没有进去哦。对，如果接起来的话，能够不失分，但德保拉已经是尽力了，因为布阵也没有很靠近垒包了。